就你也知影，我迄个蛇将军我伫倒位，只抓。还有蛇将军啊，龟将军之外还有蛇将军。对。啊，他是格玛兰公主是爱龟将军，不是爱蛇将军。对。但是龟将那个龙王比较喜欢他嫁给蛇将军。哦，龙王是希望公主嫁给蛇将军。蛇将军。啊，但是公主是喜欢龟将军。对，他喜欢比较拱憨的人。对，蛇将军比较。骨溜，对。哦，蛇就比较，不然孤山跟咱南洋平原就是蛇，孤蛇，海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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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蛇，孤蛇，哦，海岸就是蛇将，蛇将军嘛，哈，龟将军啊，对，你在那里孤蛇，孤蛇北海靠，哈，哦，蛇底下蛇，所以很多小朋友，哎，找不到啊，哎，都在找蛇将军，那小队长他也在找。他也是先，他们会讲。啊啊啊！对，那刚刚市长看到的那个胡说，所以在这边，龟将军跟蛇将军都是龙王的这个左右手了哈。对，那最后就是结尾就是，龟将军被龟山岛了，那蛇将军变成这个沿岸的沙，哎，公主呢？公主这边南洋平原，公主就是南洋平原啊。那所以啊，他就说。为什么我们在渔民在龟山岛附近可以捕到很多的鱼肉？就是因为龙王派虾兵蟹将跟这些鱼啊，去把龟将军挡在外面。对，那蛇将军呢？他虽然他变了沙，他还是把龟将军跟公主给分开，他们并没有让他连在一起，他还是遵守龙王的命令去把他们分隔两地。龙王就是不让龟将军跟公主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对。所以他们现在也还没在一起，还没在一起，对。最后结就是，龟将军变成了龟山岛，那噶玛兰公主就变成了南洋平原，那蛇将军就变成沿岸的沙丘。